我溜的不动了，快一点啊！我真溜的不动了，真甜。谁让你叫我大名了？我歇会儿，我歇会儿，干啥呀？你这女的是不是都这样啊？就是溜的不够。我还有双高跟鞋没买呢。你啥高跟鞋？这买这么多东西，什么 Victory， 这都啥呀？英语水平就别念了。你坐歇会儿，坐歇会儿。哎，你说啊，我真累了。你开那个小黄车去买去呗，我这等你。司机啊，我司机。歇会儿，那你去那个三堆里边看看，看里边有高跟鞋。那里没有。哦、我就搁这等你吧，行吗？你买好喝的。我真溜达不动。那家可好喝了。你买啥喝的？我溜达不动。真的，走。你别拉我，我真走不动了。他这两个都不好。是吗？快点。你等会儿我，等会儿我。喂。咋的了？你看上谁了？前男友。哎呀，不认识。那他欠你钱。别管了。不是，他不喝东西了，我还挺渴的。我要出去透透气，你自己看。不，去透气。那、哎、你等会儿我呀。让我搁楼下等你呗，老让我上来干啥呀？我一个人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，那让我上来之前能先换套衣服啊，姐，你天天这样让我很难做呀。小屁孩懂啥？这个。给谁送礼啊？你不会不知道今天是母亲节吧？你没给阿姨买东西啊？哦，我真忘了，我回家给她大大拥抱，你说行吗？我想给你个大大的飞踹。那走吧，等啥呢？一样，一会儿给阿姨拿去吧。啊，那谢谢老板呗，谢谢老板。等一下，我换个衣服，化个妆，我们就走啊。那我先拉个屎去。你怎么一来我家就拉屎？你是在我家拉屎？我难受，我难受。我真没看到你，真不是你想，这你给妈订的花啊，甜姐。他谁呀、啊？你进去。他怎么在咱家呢？你管他谁呢？他有男朋友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那天那个黑猴，是不是看着的？你会说话吗？男朋友？你就找个这样的？咱俩刚分手几天呢，你就找、啊？别找了，那是我妹。我不想听解释，你能不能走？我们俩还有事儿呢。我走什么事？是咱家房产证都是我的。你不想走是吧？好，咱俩走。哎，甜甜，我先走了，哥们。去哪儿？俺俩东西还没拿呢，姐。一会儿再拿。我不管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，你必须得给我把打车钱报了。坐下陪我喝。太远，不开心。讲讲呗，你要是愿意讲呢，我愿意当你的语言垃圾桶；你要是想哭泣呢，我的肩膀是免费的。哎，讲讲吧，谈过几次恋爱？你是想知道一个数字呢，还是想了解我的过去？我就挺好奇你俩为什么分的手啊。可能是我的原因吧。啊，把原因归咎于自己，真厉害，我得向你学习。与其花时间去恨一个人，还不如花时间让自己成长，不是吗？嗯，你说的都对，你应该挺爱他。可能只有喜欢一个人才会关心这个问题。我可没有啊，我可没有，我就是单纯的好奇，放不下他。放不下又怎样呢？我已经过了又哭又闹的年纪。哦，行了，别不开心了。就像你这种条件，不应该从这块排到月亮上吗？就喜欢你的人啊。可是真心的又有几个呢？哦，最怕的就是没有真心的，是吧？这杯敬真心吧。你轻轻地走过，打在风雨花丛中，每一点一滴带走是我。跑这儿来，我在楼上找你半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天多好啊，出来溜达溜达。不好上班，在这当天气观察员。你管我当啥？你就回去上你的班呗。那么多事儿找你，那么多弟弟找你。你咋的了？我咋的了？我咋没咋地？今天中午给你带个饼回来，然后那个给我办入职的那个，说你不能吃那么高热量的，然后让我自己拿走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给炫了呗。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多撑不？我老难受了，现在。都是了。那咋了？我还给扔，去吧，去找你那个瘦弟弟去。至于就因为这点事儿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你就是找你瘦弟弟了。哄不好了。哄我干啥呀？我小 driver 哄我干啥呀？我不用哄，我没脾气。这样，嗯，我一会儿呢回去开个会，我告诉他们以后你买的我都吃，行了吧？你开会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可没说。咋还哄不好了？我，你求我吧。好，我求求你了。谁求谁啊？真田求世明。求世明干啥呀？得寸进尺啊！你快说。真田求世明回去好好工作。哼，
行，那你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那你呢？我说待会儿再。你待什么？哎，疼疼疼！进。哎，这还让不在呀？啊，对，他出去办事儿去了。那他怎么进？啊，你放着行，他一会儿就能回来了。之前就想说，咱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呀？是吗？能这么巧吗？哎，你家是不是住这附近？我家对市附近不远。你是不是老上这附近商场？啊，对，对对对。哎，我也是，你看我这项链在这买的。哦，挺好看，挺好看。哎，你这项链是不是在这买的？是，对，都问。哎，干嘛呢？没干嘛。你的剑放在这儿了。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我敲什么门？白我干嘛呀，理理我呗。你去找女同事聊天，她理你。我找她聊什么天啊，就正常同事之间就沟通沟通，这办公室友谊吗？不很正常吗？你看你聊吧。别这样，走吧，该下班了，送你回去。你送她回去啊。我送她干什么？走回来，饿死了。求我。我求你。谁求谁呀？我张世明求真田，赶紧把班下来，要饿死了。我请你吃那个冷面卷臭豆腐，行吗？那我让你吃超级无敌臭的臭豆腐。就熏死我呗！就赶紧把锤放了，走，快！我想锤你一脑盖。这么整不太合适吧，甄校长？什么？哪有说见客人完了穿个带洞的丝袜的？我没太明白啊。啥时候穿坏的？你问我，我还想知道。是不是你抠的？我抠什么？我抠，别往身上赖啊！怎么一会儿见人呢？我不抠。你说我说话都这样，挡着点行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上楼给你取个针线呢，你去缝一缝。不好看了就。哼。嗯，你瞅啥？你看啥呢？我啥也没看。我给你取个针线，我出去给你看看，买个针线包啥的。你帮我买瓶水吧。你想喝啥？雪碧。凉的，常温、行，等会儿。这么巧啊，你出来买东西来了啊？是，我刚才看你跟甄校长在里面，怎么出来了？啊，我给他买瓶水出来的。啊，我来这买烤肠，跟你说，他还烤肠一绝，你尝尝。我不吃，谢谢。你尝尝嘛。不吃，谢谢。哎，那我给你买一根吧。哎，别，太客气了，我自己买。哎，你叫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我姓郑，你管我叫思思就好了。哦，郑思思。我叫张世明。哦，世明。嗯，你这咋的？你这瓶子有点紧，能帮我拧一下吗？行，我给你看看。哎，